大家好，这是赛维科技 Dispater 在金星科技 Andes FPGA 开发平台上面所做的 demo。我们启动程式之后，就会显示所有的命令列表，唤醒池是智能管家。那辨识到唤醒池之后，就会进入到命令池的辨识模式。那么在命令池模式下，如果超过6秒都没有辨识出任何的命令词，就会回到唤醒词模式。智能管家，开启相机，播放音乐，停止音乐，前一首，后一首，增大音量，减小音量。好，那等一段时间，6秒钟之后，那么没有辨识到任何命令词，现在又回到了唤醒词模式。那这个流程当然是由使用者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自行客制化。那以上就是我们 Dispart 的 demo。